呢，这电视感觉看起来呢就很有感觉。哦，突然想起一个电影了，这个建筑很艺术，听到吗？是爱豆的专属车吗？他们好像对，就是我在手持摄影机，感觉爱豆很好奇。小姐姐看到了，哦，我知道这个演员，大家看过他演戏吗？就这样。算是这里的地标性建筑。跟明星合照。可是我觉得这里会有明星。第一张 NBC 认证照 ，OK，YTN，OK，、OK, OK, 看到了吧？虽然有点远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得清楚。走过去，走近一点来拍，看起来都好。喜庆啊！SBS， 感谢各位小主，今天真是很善良。但是呢，设计还蛮好看，而且质量看起来也不错。